生日快乐啊 ，Coffee！ 今日系 Coffee 嘅生日大日子啊，我哋会带埋 Coffee Teddy 去山顶嘅高庙诗吟嗰度，有个叫做初夏回忆啊。呢、这个初夏回忆咧，会去到八月尾嘅8月31日，要去嘅朋友就要尽快咯。山顶广场泊车啱18蚊一个钟啊！不过山顶泊车咧有好多唔同嘅优惠噶。高庙诗吟就位于2楼嘅，咁今次都俾个买飞嘅 tips 大家啦，因为可能佢就嚟完啦。咁我哋喺 HK01嗰度咧揾到个终极优惠啊，就178两个人啊，原价系要200几蚊一个人噶。咦，而家就算现场买飞都有特价，128蚊一张。不过咧，都系比我哋网上买会贵少少嘅。哇，好靓啊，好梦幻啊呢度，而且冇乜人啊。虽然是尾声啦，但是就现场冇咩人啦，可以点样影相拍片都可以啊！靓仔呢度，哇！高庙诗吟咧，开头觉得啊，好似一般咁，点知去到最尾一个景点放烟花，我哋影咗差唔多半个钟啊！而家唞一唞，去 Starbucks 度饮杯 coffee 先。如果要去山顶嘅 Starbucks 饮咖啡咧，记得只可以坐近门口呢几张台嘅啫。本身我哋谂住嚟呢间 PHI 嗰度食饭噶。不过佢已经唔可以带狗仔啦。其实屯门区都有间 PHI 呢，以前都可以带狗仔噶，但系而家都唔得啦。今日山顶好大雾啊 ！Silent Hill。好大雾啊！睇啲。上次嚟山顶咧，就介绍咗有间可以同狗仔坐室内嘅，咁今次就嚟呢一间，咁佢就有一个咁嘅室外位，有个顶嘅，今日真系超级大雾啊！隔篱都有部风机嘅，今日 Coffee 生日，我哋包起咗呢个室外位啊！同人讲拜拜啦，啊，咁拜拜。